生化生何为艰，踏破无数艰险快意人间，不担尽天下莫言何以为艰，寻道光背后你一生是容颜，凭生死一线战筹续万千，超脱名利不凡虚世外奇缘，你不曾为我牵挂又何必逆天，愿走遍河山都与你相伴，时空里追寻你的温暖，转身莫抛弃日上九天，愿为你冬天一战，愿为你逆天，愿重回那时明月也不眠，身无悔誓言，不守不忘却，待我再引入你的眼帘，人未变，不熟的畜生，目标是他。哎，可怜。这家伙，认真起来还蛮帅的。寿宴上没见你少吃，这么快就饿了？那可不是嘛，为了赢下比赛，我可是拼尽了全力，如此消耗体力能不饿吗？不像某人你。一阵看今日就到此为止，大家回去养精蓄锐，明日再决胜负。是。看你的样子好像没事，伤得很重，不过也无性命之忧。那就好。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啊，陈大英雄。哎，可惜啊，明日就要英雄变狗熊喽。嗯，先有天阳国挑衅，再有后羿宫失窃，月儿你怎么看？天阳国探路时也，他们敢公开与东楚国较阵，其背后之主定已做好了下步计划，至于后羿宫的去向尚得查探一番。嗯，这个陈南身上迷雾重重，恐是变数。死水沉沉，风来起波，东楚如今不怕变数，反怕僵局难改，一成不变。嗯，对了，明日之战你到底有几分把握啊？五分？都行。什么？你也看见了，那条巨龙上天入地还会喷火，怎么可能打得过？你可是三阶境界的武者高手啊。小魔女，亏你常去藏书阁，没有读过龙族典籍吗？天元大陆龙种繁多，东西两地各有分支，西大陆多龙骑士，便将西方龙族分为五阶，对应同分五阶的修炼者，除了只在传说中出现的五阶圣物，四阶巨龙可谓龙族战力巅峰。喂，我刚说投降，逗你的。放心，我一定拼尽全力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哦，讲。明日之战胜负难断，
这会儿就为陈南摆宴庆。某人真是三气四意呢，今日可只有陈南赢喽。不得无礼。凌空今日也尽力了，若吞天还在，赛欢那疯丫头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皆因陈南杀了吞天，害我失利。好熟悉的哨声。说起这个，不知司马骑士和赛欢交手之时，可曾听过竹哨之声？竹哨。什么竹哨声？没听过。陈南，倘若明日战败，你得为此事负责。哦，怎么负责？以命谢罪。你有什么资格逼迫陈南？父皇，明日还要比试，还是让陈南早些回去歇息吧。走，快跟我走。好了，小魔女，你也快回去吧。跟我走。掌家公主，烧成这样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蝶之吻，奇门邪道，果然是你。接下来还要仰仗司马大将军。哪里哪里，能跟拜月国、天阳国合作，是我司马长风之幸。父亲，今夜宴会。既然父亲有客到访，我便先退下了。凌空八成又是为了那个陈南上火，也不知道那小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能使后羿功不说，修炼竟已达到三阶之境，再让他发展下去。大将军不必挂心，明日便是他的死期。小魔女，你带我来藏书阁做什么？为何非在今夜找龙宝宝？陈南，明日之战很是凶险。我别比了，等我们找到龙宝宝，你连夜带他离开好吗？怎么了？地下有人在运功修炼。地下？我们现在不就在藏书阁地下吗？东楚国皇宫竟然会建在一座坟墓之上。皇宫建成已久，谁知道地下深处有什么呀？这风是化天融地。去看看。他人来都来了，还不现身？小心！老妖怪，你竟为了练功害人！哼，几个作恶多端的死囚而已。死囚不应该在天牢吗？这多亏月丫头。王杰，前辈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老朽出身皇室正统，
当今楚皇见了我，也许恭敬唤我一声玄祖。乖徒儿，你不是一直喊我老妖怪吗？我确实够老，在这世上活了170余年。170余年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虽修炼小成，奈何天资不够，始终无法迈入仙武之境。我的身体逐渐衰老，不得不研习邪术，以期有朝一日透生死。我早知那本古籍并非正统，却不知上面写的竟是夺兽邪法。那你教我的花天荣地？没错，那古籍无人看懂，陈南没来之前，我花了几十年，也只悟了些皮毛。教给你的更是皮毛中的皮毛，伤不了谁。修炼虽是逆天改命之举，但也应遵循正道。说的大义凛然，人之贪欲与生俱来，倘若真有机会走捷径，又有几个修炼者不动心呢？现在就有一个机会，让你得到一位绝代高手的功力，你要还是不要？跟我来。对这小东西倒是上心。他飞剑灌顶而亡。我的古籍就是从这里得来。若他们是古籍的主人，那便已经死了6000-7000年了。失去千载而身躯不朽，想必这位前辈功力通天，已将肉身凝练成了不灭之躯。他的脚下还有字迹。妖道成仙，天理难容，斩妖除孽，以警天下。叹乎，妖有一地，恰逢归来，重伤之躯与之抗衡，回天无力，同归于尽，昂藏之躯寂灭妖道，无身蒙羞，自封于此。原来如此，虽然妖道刚刚踏入仙道之境，毕竟已是仙人，这位前辈豪气凌云，竟然灭掉了仙人，佩服，佩服。是啊，要不是他漏算了一人，恐怕这天地间又多了一位强大的武仙。武吉是妖道之物，您却是习武之身。放心，老朽对这古籍只有部分借鉴，没有弃武入道的打算，更不会成为下一个妖道。有些事情一旦开始，便很难停下。你自是不懂我的苦衷。你天生灵识敏锐，极易吸引天地元气。如若你我合力，定能将这位高人封存的力量逼出。你我均分他的力量，我能破阶续命，你能修为大增，直冲仙武之境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仙武之境，修入仙武之境，是我万年前就想达成的心愿。来，双掌贴在他的身上，用心感受他的力量，而后把他引导出来。
我没感应到他体内有任何力量。完备告辞。东东，幼稚，想要变强，就得不择手段。老朽这忙，帮还是不帮？老妖怪，你快放了龙宝宝！你没事吧？吃里扒外，八姑，欺凌弱小，非强者所为。弱小，别怪我，有机会你就自己逃吧。说好了结伴天涯，我便不会丢下你独行。八姑，你们谁也走不了，随老朽的愿，那我就拿你来修炼吧。放他们走，不然我死给你看。九幽武学依靠月眼灵气修炼，但当务之急是找到那把剑。修除万丈剑尖，凭你诠释。杀我可以，杀我师父。正在热播。